一年之中花季最长、生命最旺的九重葛，在寒冷的冬季，有如在黑白水墨画中挥洒些许的色彩。喵喵一身的厚毛皮，在寒冬中是否够温暖呢？在一片萧瑟的寒冬中，黄金菊盛开的花朵装点了庭院。春天柑橘开花，浓浓的香气遍满庭院，久久不散。
静待春暖花开，祝愿万事万物皆圆满。